唱到在手，我如身离愁，无处停歇，海棠秋日梦，耳语此生无处不是悲歌。我一直以为你不会变通呢，但没想到你比我还聪明，早就帮了革命党这棵大树。早知道这样，我何必费那么大劲抓你。贾大人过奖了，这见风使舵的功夫我刘安顺是自愧不如。这大清朝在，贾大人做大清朝的官，大清朝没了，贾大人做民国的官，这要是民国没了的话。民国没了，我的官照样做下去。哦，不，坐上去。佩服。客气，你还别不服气，世道呢就是这么个世道，无论到什么时候我都是官，你是民，你都得归我管。我这次叫你来就是想问问你，你上次保的镖是不是革命党的军火呀？对不住，无可奉告。是也没关系，我就不再追究了，反正已经变了天了。哼，你的朝廷没了，可是我的镖门还在，我还得守镖门的规矩。死守规矩的人命都不长啊。不守规矩的人活得再长，那跟禽兽又有何区别？刘安顺，别以为你跟革命党有什么关系我就治不了你。我问你，额尔赫刺杀袁大人是不是你指使的？不是，这件事情事先我真不知道。他是你的镖师，你怎么可能不知道？那贾大人手下那么多的巡警，难道巡警做的每一件事情贾大人都知道吗？你，嗯，你的事儿先不说，额尔赫刺杀袁大人犯的可是死罪呀。哼，是不是死罪好像贾大人说了不算，那我们就走着瞧吧。嗯，既然没我的事了，我可以先走了。走吧。劝你一句，人要顺时应变。镖头，你回来了。额尔赫呢？他还被关着呢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哦，对了，格格来了。啊，现在朝廷没了，我这个格格也就没有了说话的本钱。即使我去了，我想他们也未必会卖我这个面子。额尔赫这个混球，早就该把那些破烂给扔了。哎呀，额尔赫这次捅的娄子可不小，现在满北京城说了算的只有袁世凯，弄不好我看小命要没啊。这个时候你还幸灾乐祸？我不是不想救额尔赫，可眼下能救额尔赫的只有刘大镖头。大镖头，你是救过袁大人的。贾大人，今天您高升局长了，兄弟们替你高兴啊。是，一个小小的分局局长，不值得大伙这么劳师动众。局长，您谦虚了。您看这现在新政府还没成立，上面都提拔您当局长，这说明上面对您倚重啊。您说这将来新政府成立了，您不还得高升啊？高升，高升是肯定的。你想啊，皇上现在逊位啊，袁大人获此重任，贾局长可是立了大功的。
你说这袁大人他心里能没数吗？真的，哎，贾局长，能跟兄弟们说说吗？一点小事儿，不值一提，不值一提啊！来来来，坐坐坐。贾大人，您在呢？你这叫丧呢你？嘿，这位兄弟，您可真会接下茬。我叫贾大人呐。哇爷，您怎么来了？贾大人，听闻贾大人荣升，瓦爷不才，特意前来向您表示祝贺，也来讨一杯喜酒，沾沾喜气儿。贾局长，这点面子不会不给吧？您给我道喜，这是您给我面子呀。进来吧，瓦爷。得嘞，请坐。各位弟兄，看见没有？贾局长让我坐。请。贾局长，我祝您步步高升。多谢。嗯，出出出。大爷，您是真给我面子。贾局长，您客气，在街面上混讲的就是个面子。我给您面子，可我的面子呢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。您这官是做得越来越大了，把以前的事儿都忘了。要不要我提醒提醒您？有话直说，别拐弯抹角的。您让我的弟兄假装革命党，在京城弄出点动静来，有这事儿吧？嗯。贾局长，我可全按照您的吩咐去做了。大爷，您帮我做事不假，可是银子我是没少给你。话可不能这么说啊！您当初没说动真格的，就我那帮弟兄，伤的伤，残的残，这下半辈子还指着我呢，都冲我来，我真是没辙呀！所以请您。屁话！这是你的事儿，你找得着我吗？要这么说的话，咱可就撕破脸了。别说我不给您面子。我马上出去就跟大伙说，您这顶子是怎么来的？站住！贾局长，您还有什么吩咐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有商量吗？有商量。哥哥，谢谢你跑一趟。不谢，反正我也没有帮上什么忙。不是这话，我会记着哥哥的好处。大清朝没了，以后就没什么格格了。现在咱们是平等的。那格格今后有什么打算？我能有什么打算？得过且过吧。最近我老在想，额尔赫说的没错，大清朝就是毁在我们这些败家的后代子孙上。什么朝代不都一样啊？格格，路还长着呢。对，你说的没错，其实我也不用那么失望。大清朝没了，我也就没了那么多束缚。我走了。好，今后如果格格需要我们镖局有什么效劳的，尽管吩咐。
放心吧，我要有什么事一定会向你开口的。好，保重。官爷，袁大人在办公，你等着吧。好，搬个凳子。多谢啊。多谢。还在这儿。哎，袁大人办完工了吗？早着呢，不到此时我看是办不完了。天这么冷，你明日再来吧。啊，不用了，我在这等吧。那你随便吧，要不给你拿俩馒头先垫吧垫吧。不用了，多谢。官爷，你还真能扛啊。哎，官爷，袁大人的公事办完了吗？差不多了。那麻烦官爷帮我回报一下吧。不用回了，我出来的时候大人说了你的事儿，大人给你办好了，明儿一早就去领人。啊，多谢。袁大人还有一句话，他说他欠你的账今天算还了，从今天起不亏不欠。你打我干什么？打你是让你长记性，这次要不是打镖头，你就变成死王爷了。死王爷哪也比做个亡国奴强。你怎么还死不悔改啊？我悔改什么？我做的是忠义之事。你还要去刺杀袁世凯？像他那种窃国大盗，我鄂尔赫跟他不共戴天。你好，你就去做你大清朝的忠臣吧。哎，小红，你干嘛去？我走，眼不见心不烦，省得看着你被打成个筛子。哎，鄂爷，你的命是我拼命保下来的，你要是再闹的话，就对不住朋友了。大镖头，对不住。这是大街上的事儿，我不能因小失大。
好，如果你非要杀袁世凯的话，那就先过了我这一关，要是赢了我，我就让你去，绝不拦着。大白头，有话好好说啊。刘安顺，你不是我的对手，这事儿你最好别管。是我让你进镖局的，这事儿我躲不了。你这是逼我跟你打，你打输了可别怨我。要是你输了呢？随你处置。好。进来。刘安顺，我哎呀，这好好的怎么说打就打起来了呢？没事，你大白头好好教训教训这个混球。你来真的。贼刘安顺，你来真的。你没事吧？大镖头都是为了你好，你可别不知好歹。二哥，你输了，你输了啊！我跟你说，你输了。我没输。说话算数。秀，说你输了你就输了嘛，你瞧你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帝华，帝华。打那时候起，额尔赫再没有提过找袁世凯算账的事儿。他的梦该醒了，而我和戴荣的事儿也一直没有人提起过。这件事儿就算这么过去了。1912年是农历壬子，民国元年，改朝换代，万物更新，对于镖局来说也是一个新的开始。大镖头，献丑了。您这是子午棍，棍法之中含着枪法，是从戚继光戚家枪中演化出来的。大镖头，好眼力。我祖上在戚家军中做过千总，这套棍法也算是我们祖传下来的。只是我不成器，使出来让您笑话了。罗大哥，您客气了。不下20年的狠功夫，是使不出罗大哥这套好棍法的。大镖头，您这么说，我罗大宽也没白练功夫。罗大哥，这是我们镖局的入伙文契，麻烦你仔细看看，看完之后我们再商量吧。这就不用看了，我信得过大镖头。那不行，咱们镖局有镖局的规矩，还是要等您过目之后咱们再说。不瞒大镖头说，我大字儿不识几个，我就是看也看不明白啊。大镖头，走。陈爷，你这怎么了？大镖头，我老陈就是给欺负了。不着急，慢慢说，来坐下说。谁欺负你了？这我的辫子就是给绞了。谁绞的？还有谁？就是那帮子嘎杂子，手里拿个大剪子，逮着人就绞。我说我不绞，可是他们摁着我，咔嚓就一剪子，还硬跟我要1块钱，我也没让他们绞啊。你说没了辫子，我以后我咋在这街面上混呢？童爷，你的辫子也剪了？是啊。哎呦，我还以为我是第一个呢。
感情陈爷领先了我一步，早知道这样的话咱们俩一块儿去见多好。你说我没了辫子以后我咋做人呢？我您这是怎么了？童爷，您不是被人逼着剪的？逼着干嘛？让人逼着呀，我自个儿乐意剪的。不是你们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哎呀，我说你们这些人呐，这都什么年月了，民国了，咱们都得重新做人不是？我本是卧龙岗三安的敌人。大白头，大白头，大白头，你听我说呀，大白头，大白头，官府贴了告示，建议大家剪辫子，自个儿乐意剪是一回事，让人逼着剪又是一回事。也是，您说的有道理。这么着，我去把袜爷这个老家伙打一顿再说。袜爷这个老小子现在越来越猖狂了，整天带着一帮徒子徒孙招摇过市，弄得自个儿跟革命党似的。打袜爷，我跟你没完！打！袜爷，刘二顺，你手太黑了，你手太黑了。上面有指示，限我们在3个月之内肃清直隶以东的匪患，在我们辖区最大的土匪窝子莫过于瞎子岭。听说陆宗山是个扎手的货，别人我不敢指望，你和他有一面之交，这个事儿就拜托老弟了。这个陆宗山早年也是反清义士，向来只跟官府富户作对，倒不曾骚扰乡民，在瞎子岭一带很有声望。况且瞎子岭山势险峻，易守难攻，若是能招抚过来，双方省了流血，岂不是好事？当然还请武旅长批准。严老弟不光胸襟宽广，还有悲天悯人的胸怀呀。您过奖。能够不动刀兵那自然最好，这事儿就拜托你了。我尽力而为。孩子站住！你站住！你站住！大爷，大爷，不行，大爷，都得你看，又剪了一根，你往哪儿跑？挂上吧，得嘞。您看看今儿这收获还真不小，是吧？走走走，这兔子！您看看，您看看这个，我没说错吧？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刘大镖头，这儿没您什么事儿，我们是奉命行事。奉谁的命？袁大人的命。我说袜爷。哎，刘镖头，打今儿往后咱们得改改称呼。改什么称呼？嘿，袜爷现在是民国治安协办委员会委员。对对，委员。对，委员。谁封的？巡警局的委任状。巡警局的。嘿，笑什么笑你？哎呦，可笑死我了！我说袜爷，就您还协办治安？京城街面上之所以这么混乱，他跟您有直接关系。红哈，你闭嘴！红经理，你要是再取笑本委员的话，本委员按妨害治安罪，给你放到大狱里头去，你信不信？我说袜爷，这剪辫子是人家自个儿的事情，你这么干不太合适吧？刘大镖头，在这条街上我把你当个人物，这事儿你甭管，别因为这公事儿伤了咱哥俩私人的交情。那要是我一定要管呢？行啊，那咱就按京城街面上的规矩，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啊，刀子上见功夫。好啊，乐意奉陪。请等等，我说刀子上见功夫可不是比刀法，
怎么说？八爷，瞧见没有？三刀六个眼儿，刀打这儿进去，打这儿出来。我告诉你，嘎杂子在街面上混，讲的就是这点胆气。大镖头，愿不愿意奉陪？嘿，瞧见没？咱爸爷就是光棍儿，就是光棍儿。哎呦，这拿刀往自个儿身上捅，多傻呀！嘿，八爷，为了俩钱儿，你跟我玩命啊？大镖头，这你就不知道，嘎杂的命贱，这钱呢比命贵。您要是怂了，立马走人，对不对？就是。哟，猴子呢？哎呀，今儿可真是巧啊，本有戏看了。我说怎么我昨天打麻将把把自摸呢？啊？哟，八爷，真不巧，警察来了，咱比不了了。哎，我可没说管啊，这自个儿捅自个儿的事儿是自愿的，我想管也管不了，是吧？是啊。哎，治安条例上没这条吧？没有。哦，咱们可别弄错了，别人家说咱们玩忽职守。大人您就放心吧，这别人伤人的事儿咱们管，这自残的事儿不归咱管。哎呀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刘安顺，你不是挺硬气的吗？这回人家可把道画下来了，你现在要是不接着的话，这镖以后可怎么走啊？既然贾大人都这么说了，这事儿我接了。大镖头，这可是三清子的活，接了爹份儿。董哈，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哇爷，瞧您的了。得了您的，挺好吧您。嘿，刘安顺，我就知道你怂了。既然要赌，咱们得先下个注吧。行，听您的。要是我说的话，我刘安顺在这磕三个头，从此以后见到瓦爷您，我绕着道走。行了，太轻了吧？那依您的意思呢？你广顺镖局的匾倒着挂。嘿，太损了吧这个。好，就这么办，爽快。哎，那我要是输了呢？您不是说在街上捡辫子是袁大人的命令吗？没错。要是你输了的话，我要你请袁大人收回成命。哎，这为了公平起见，我们在袁大人的府门口比，请贾大人做个见证，如何？荒唐！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瓦爷这委员是您委任的，跟你没关系吗？瓦爷，我在袁大人府门口恭候您大驾。哎，别！这站住！刘安顺，你要是敢惊动袁大人，我就按妨碍治安罪抓了你。贾大人，您刚才说过，自残的事儿你不管，是吧，童爷？对，大家伙刚才可都听着呢啊。这，哎，不是，贾大人，这道是我画出来的，我要不去，我这脸往哪儿搁呀？要什么脸？把他给我看好了。他要是离开这儿，要你们脑袋！是。哎，刘安顺，算你狠，咱们走着瞧。董哈，你的案子可一堆呢，明儿上我那儿报到，不来，我就按你畏罪潜逃处理。八爷，我在袁大人府门口等着您，如果您不来的话，算您输了。我想去，你看，哎，刘大镖头，闭嘴！大镖头，
你那儿有银子没有？要银子干什么？你没听贾木说吗？他又让我去趟局子，我得出去躲躲。童爷，贾科目要找你麻烦，你怎么能躲得过去呢？光棍门里有句话，顶上了英雄墓，只能挺起胸。有时候啊，咱们得活得像个爷们儿。话是这个话，可是英雄到最后可都是悲剧啊。童爷，您说过，到了民国，咱们要做新人。你的辫子是剪了，但是前朝的债未还，债还没有还，如何做新人呢？你看，您说的对，我听您的。没问题啊，您就买吧。军师这次下山观风色情形怎样？眼下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几省的都督都在积极宣扬剿匪，要说这形势嘛，说好也不好，说不好也好。嘿，什么叫说好也不好，说不好也好啊？军师您这说话怎么颠三倒四的呀？丫头别插嘴，听军师说。说。二当家的问的是，这也正是我要说的。现在虽说都在剿匪，但是啊，这雷声大雨点小，斧的多呢剿的又少，真正被拔了杆子的没几个，倒是有几个山头改了旗号，成了吃粮领饷的官兵。这说是官兵啊，其实跟往常没什么区别，依旧是原班人马，该做买卖做买卖，倒是多吃了一份皇粮。这不就是穿着军装的土匪吗？不过呢，又能做买卖，又能拿粮饷，这不挺好的吗？嗨，话是这么说，但是哪有那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啊？你要是领了官家的饷，那就得让出山头。咱们这些立杆子的，要是没了山头，那就没了倚仗，早晚还不被人给吃了呀。这些日子有支队伍频繁地在瞎子岭周围活动，领头的领头的姓严，看样子是奔咱们来的。想要抢山头，他得拿命来换。可眼下最麻烦的是官家垄断了军火的买卖，咱们山头弹药不足，要是跟他们硬拼，终究不是回事儿。报，大当家，山下有个姓严的团长来拜山。来了。严先生，原来是你啊，我还以为是什么狗官呢。陆姑娘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严团长大驾光临，陆某有失远迎啊。大当家亲自相迎，严某实不敢当。严团长请。大当家的请。好枪，一水德国造。严团长的心意真重啊。这是感谢大当家上次借道之情，区区薄礼不成敬意。严团长言重了，瞎子岭和广顺镖局之间是有交情的，严团长并不欠我什么。哎，这是什么话啊？他不欠你的情还欠我的情呢，是不是啊严先生？是，我和大小姐是朋友，这几条枪就算是我送给大小姐的一点心意。
爹，你听见了没有？人家是冲着我的面子来的，你别再自作多情了。没大没小，严团长见笑了。大小姐是女中豪杰，说话风趣直爽，严某十分佩服。你听见了没有？人家说我风趣直爽。严团长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陆某是个粗人，不会绕弯子，有什么吩咐就请直说。好，大当家快人快语，严某佩服。猫爷，咱们跟山下这帮狗子素无来往，他们来拜山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们几个在周围四十里巡查，看看有没有官兵的队伍，太阳下山之前回来告诉我。走。是。我听明白了，严团长是想招降瞎子岭，是合作。大当家是反清义士，现在大清已亡，民国肇始，理应与政府合作。严团长这是在抬举我呀？我哪是什么反清义士，我陆某不过就是个绿林土匪罢了。大当家太谦虚了，据严某所知，大当家早年参与捻军抗清，是蓝旗军的旗主啊。江湖上传的事大多都是捕风捉影。晚辈有一位亲戚在捻军中也是有名有姓的人物，他说的话我不得不信呢。未请教你的亲戚姓夏，会启尊。夏大哥一向可好？托您的福，夏叔叔的身体还康健。既然大家有这个渊源，不妨把话说得白些。我与贵军并没共过事，交浅言深不太合适，何况这么大的事。大当家说的在理，不过我严某既然来了，就准备和大当家以心换心。嗯，你这话说得好。既然严团长有这个诚意，我也不能拒人于千里之外。但是这么大个事儿，咱们双方还是应该建立信任，慢慢来，一回生二回熟嘛。原本也没奢望大当家马上给出答复嘛。那好，严团长远来是客，丫头啊，嗯，你陪严团长四处走走，看看我瞎子岭的风光。好，走吧。多谢大当家，陆姑娘请。这真是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好地方啊。严先生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，如果我爹跟你谈不拢，你们会不会攻打我们瞎子岭？陆姑娘，说句朋友该说的话，任何一个政府都不会允许土匪的存在。哼，原来你们不也是被朝廷视为乱匪吗？怎么现在做了天下就反过头来打我们了？我们是革命。哼，陆姑娘，土匪是不能做一辈子的，你难道就没有为自己的将来打算一下吗？将来？我什么将来啊？
你不用骗我，我知道你对刘安顺有情意，我还知道刘安顺对你也非同寻常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从那次路上他跟你疗伤我就看出来了。那是因为我是为他才受的伤，他当然要对我好点了。表面上是这样，但恩和情不同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有了情意，一举一动就会流露出来。他对你的那份紧张里有情，这个我可以看得出来，或许连他自己也不知道，这就是所谓的旁观者清吗？不过什么？就算你们俩互有情意，但他是镖师，而你是土匪，你要想跟他在一起，从身份上来讲，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。谁说我要跟他在一起了？一个小镖师很了不起吗？口是心非。是福是祸，当家的，是个机会。机会，瞎子岭不用再愁子弹了。要了人家子弹，欠了人情，不好。给钱就不用搭人情。买。